出国那么多次，去日本、拉斯维加斯，真的不会输给国外，甚至超过。这个耗资千万绝对不是假的。在台湾，这是我亲眼看过最厉害的。我们来垦丁最大的目的就是看这个秀，今天真的值得了，绝对值回票价。感觉就蛮像国际级的表演，真心觉得这是我看过最好看的魔术秀，赞啦！2022垦丁一号盛大开演，请洽年代售票及各大饭店旅行社。